好久没来这个岛玩了，赶紧回家看看我的道具都还在不在。怎么这么乱啊？哎，一定是艾阳昨天晚上在这里打牌没收拾。哎，先搞卫生吧。What？ 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突然就一飞冲天，五雷轰顶了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艾阳干的好事。今天别让我逮到他，不然我要他好看。呀呀呀呀 ！Ni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悄悄咪咪做视频怕被小月知道的阿阳，说话都小点声，懂吗？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款超精致的国人模组万用卡牌。安装了这个模组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像卡牌大师一样将卡牌发射出去，而且因为没有 CD 的关系，只要手速够快，我们就是人肉机关枪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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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不带停的。然后这个模组啊还有很多效果。我听到了阿阳的声音，他在这里吗？怎么都没声音了？不行，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。吓死我了，这些卡牌还有不同的效果，比如说让生物进入丢人状态，天打雷劈，高空坠落等等等等。而且啊，这些卡牌是有碰撞体积的，它们能插在各种方块上，是不是非常的真实啊？然后它们不仅能射，还能放在手里面切牌。模组有专门的切牌器，蹲加右键就能开启切牌模式，和卡牌大师的 W 一样。但是有一点不同，我们的手速啊明显比它快很多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不仅如此啊，这种卡牌还能制作陷阱，蹲加右键安装在地上，踩上去就能触发效果，非常给。我又听到声音了，你们是不是在帮着他瞒我啊？没有的发条弹幕，让我看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呀妈，吓死我了，差点就找过来了。最后啊，这个模子中还有几种专门放在地上用的领域卡，比如说能增加植物增长的繁盛，改变天气的天气卡，点燃进入领域范围内怪物的结界，和同类型的一次性用品进化，以及禁止范围内怪物生成的封禁，粒子效果都做得非常精致，非常推荐大家去下载来玩玩看哦。我一个闪现抽字，哼，终于是抓到你啦。完了，老老实实跪搓衣板吧。不要啊。